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我们这个面具做了就可以直接背梦魇镇牙了，是吧？那个猪八戒回不起来的。我感觉出别的英雄，搞个梦魇镇牙有的时候不好背呀，就比如说想玩上官婉儿。 忘记开那个了，哎，开了呀，刚才没自动 A 出来。裸个兵，这走到脸上来了，是不拉着他就死了吗？ 这一刀人呀没了呀。 还好，好兄弟过来支援了呀！这支援速度很快啊！中路不见了啊！搞个大招，我们就不停的去上路压线就好了。 站着不动了，我本来都要杀了他的，他给我来一手二技能直接陆灵形态，干得漂亮！大招已经好了，发起进攻。 去压边路，哎，压边路。你能给个大吗？这回血。 应该杀了，可以，这个八戒没有这个孙策玩的好呀，这个孙策挺溜的，支援速度很到位。
这他没看到吗？把梦魇之牙做了。嗯，没到哎。把梦魇做出来，等免得那个猪八戒要打太久了。啊！何必追忆过往？一切都成过往。醉了，应该扫得过来，扫得过呀。末世加电刀，长寿的秘诀，长一把刀插两下。我的传记足够写几部世纪编年史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,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下路杀八戒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你又是哪个百年货？下路防塔差一下，何必出一波？这么猛！这个防御塔怎么总是差一点，就是推不了，想压个塔也是压的累，大哥。找个大呀，开个大呀，开个大呀，兄弟，他不是有大吗？后面肯定是后羿拉这个明世隐要比那边猛一点吧。绕啥呢，大哥？你在绕？
可以啊，这个人，我想到这一条直线，我肯定要把他扫死了。想把他拉到一条直线来，我应该往这边走一步的，把他拉到这个坑里面来杀。我想着这个他靠墙走，结果没有想到后面还有个兵啊，兵一来心就乱了，好吧。哎，不个帽差不多了吧。还是打个兵仗。蝙蝠侠，我需要认识你。长寿的秘诀。直接蹲到了，我刚才没坐在上面，我刚才是站在上面的，好像。他交闪。谁死的呀？这直接压中吧。发起进攻。还好给他奶了一口。没蓝了我。加油。看他魔抗起来了没有，好像还没什么魔抗啊，我们可以做帽子吧。我需要认识。算了，直接大贤者之书吧。搞个蓝。大不要留给后羿了。长寿的秘诀，少管闲事。我们躲在后面丢大招就可以了。我觉得他们那边摸我的人并不多啊，好吧。我们还是比较灵活的。
而且黏着我是有点烦。老觉得自己无敌了呀，他一个人一个射手带着那个往前面这样顶啊，经济领先，别浪，爱的力量吧，好吧，彼此相互给了彼此勇气。隔壁追忆过往，一切都成了，准有好时候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You have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也是手贱，点了一下坐船，把自己坐死了要。这个暴击一张牌发了2000多，他终于打赢一次了呀！无暇，我需要认识你。风暴，请求集合，决战开始，请求集合。我的传奇，占一下视野，好兄弟。你躲在这里，往前站一站。
拔刀相助。在云南朝里面吗？何必出一个？一切都成功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鼻子怎么这么痒？对不对？这都能赢，肯定能赢啊！我这把很好打的呀，我手比他们都长啊。他们那种照明要来突我也比较难的。